台湾前年高龄社会老人家失智症的病例也近来见到。台湾失智症协会在2005年创立的失智学堂，19年来设计了众多课程，让平日很高基调的服务客人退休，也鼓励平日很多的维系老人告别，希望大帮安养，平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失智出唔会近来见厉害。看不怕相片，把是世界上面阿伯婆是想到自家后生时间用，因此加入广告线，还够有同样片，人变到真物质。新年前甚至真短缺，有血管性个是资金，不可能每年都要用个十张号。那由于他这样，就是每天想要去死，他会把这个挂在嘴边，那他会真的会有那个行为，那让我们很紧张啊。那忧郁之后又没有人跟他讲话，那就更忧郁，也没有朋友，那。到了睿智学堂之后，他这个忧郁的状况才改善。他就是要我们年轻，所以我就一直年轻下去。当伊同大家讲话把土唱歌，还够同大家互动，同参加发通，苏梅阿伯婆看起来精神也好。合同方面没表示，课程的安排除了希望是得加强返家的应对能力，另外听说了都有老人家请转痴性。然后现在其实在很多的训练当中，它甚至是结合了，就是说认知功能跟生活功能整个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就是更能够看到就是患者他能够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进步跟发展。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会继续来扩增，不管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失智的照顾社区照顾据点之外，另外国内在做共同照顾中心的部分，我们也会来持续来增加。夏富美表示，不同从判新年来，已经超过13万人参加课程，头几摆参加该年，今头又改善，听一摆参加该差不多30项是得继续改善，5项维持强款该水准。除了鼓励家属同返家勇敢行出来，更加家属治疗之外，每希望公部门下一摆实际进个交付方式是得更加多元，同结合社区资源，本地家对实际进更加了解，为实际个返家营造优先个环境。客家新闻王金钗、刘义平台北报道。